觉得这个面粉比较厚，然后我就用力咬，结果呢，牙齿碰到牙齿，就是牙齿咬牙齿啊，瞬间就觉得快掉了。对，就是牙齿把牙齿弄掉的那种感觉。剩下一点点还连着，牙齿把它掉，牙齿咬它。关键来了。鸡排。鸡排是主要关键。脆脆的，容易掉。不行啊，用上门牙硬咬的话会掉。就这样吗？我先准备好卫生纸，好不好？可以的，不用怕，我们有经验的。掉了之后，你牙齿就放在。你看。好、哦。掉了吗？哎，我敢用上面咬。你正常的咬。我不敢。彤彤加油，正常的咬。掉了就。牙齿放上来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最近我牙齿快要快掉的时候，很怕学校出现两种水果：苹果、枣子。吃香蕉拔牙还不错，香蕉软软的，牙齿会卡在香蕉里面。这根香蕉好硬哦。很软了、啊，连弟弟都可以咬了，弟弟没有牙的都咬。我是说这根香蕉都很软，特别硬。没有，他们是同一个爸爸生出来的，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，很软。吃完了？吃完了。没掉？没。嘴巴打开。我要先确认咬不咬。好像没有很咬啊，不用了、啊，不要了，不要，没有很咬、啊。真的会掉，真的会掉，我看咬不动，加油加油，不行，要很咬吗？你用手轻轻的摸摸看，看起来还好。左边那颗吗？还是两颗都会、嗯？我懂你的心情啊，不敢用力的那种心情，其实我懂啊。不要太用力好了，爸爸有点不忍心了。左边的比较那个。好了，不要故意好了，你也不要故意去咬了。彤彤不要故意了，等下真的掉了。彤彤不要了，彤彤不要好了，等到它真的要掉再弄。至少把它弄到很摇吧。不要了，不要故意了。看你这样子很辛苦，我也不忍心。我痛啊。对啊。不要了，会痛就先不要。正常的掉应该是不会痛的。等等，它会咬，其实也只是我自己的感觉，我也没有真正看过，也没有摸过啊。对啊，不要故意弄。我先帮东东换裤裤，再看一下裤裤有没有事。好吗？你赶快拍，那个牙齿超咬了。真的？有，他有在裤裤有在拍你啊，有吗？你看。下面那个对不对？哇，要不要我帮你拿下来，还是你自己拿下来？要不好惨，好可怕。要不要爸爸帮你拿下来？我看到有一个特别，已经都歪到往外歪了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我帮你拿？我感觉我手一拿它就下来了。会痛吗？还是你自己拿？应该是不会痛啊，它都已经歪成那样子了。我们帮哥哥加油。要我帮你吗？还是你自己鼓起勇气？我帮你啊。会痛吗？应该是不会痛啊。你冰棒先放。你要先告诉我，等一下，万一真的弄掉了，要的步骤。弄掉的步骤就是把牙齿拿下来放在卫生纸上，然后你就
先喝一口水，把嘴巴里面的冰吞下去，然后就咬着卫生纸，这样就好了。你把那个折小一点。折小一点。我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了？我可以闭眼睛吗？可以闭眼睛，那你等我一下。我接着卫生纸。好，我把东东先放着。东东，哥哥要做一件很勇敢的事了。来，你第一次要帮我。对，我第一次帮你。来。你要确保接住我。我会确保接住的，相信爸爸。因为我最近都一直在用那个。那个牙齿吗？结果你不是上面的要掉，是旁边的要掉了。你拿一下，如果轻轻的拿不下来，就放弃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有点但是我还是有点害怕。一个就好，这个是咬的，拿下来之后你就去漱口就咬啊。没事没事，你不行我就手就赶快移开，你说不要我就移开，这个对不对？我看不到啊，嘴巴不要这样子，放轻松放轻松。看不到，这个好摇了，这个会痛吗？会痛。会痛，好，那就先不要，会痛就先不要。那你摇一摇下来。不用，其实也不用摇，如果它已经可以掉的话，往下压，轻轻的往前拖。我好害怕。好，害怕就不用，没关系，等你准备好再用，好不好？其实很想。很想吗？只是会害怕。那你可以坚持十秒吗？坚持十秒，嘴巴打开十秒，不要动。会痛吗？如果你痛，你就举手，我就手就伸出来，就不要用了。那万一我痛的时候已经掉了呢？那不是很好吗？掉了你就赶快去漱口，然后咬卫生纸。到厕所吗？到厕所。坚持10秒。10秒就好，不要动。10秒会不会太长？还是先5秒就好？先5秒，如果觉得 OK 的话，再10秒。好，先练习5秒钟，好不好？5秒练习的。好，我没有要把你嘴巴打开5秒，手进去试试看，那5秒不动，然后我们再来正式的，好吧？好，不动了，在这个接着弄好牙齿就放在上面。开始了吗？我开始了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光是放在嘴唇那边，我就有它要掉的感觉。对啊，你用嘴唇推住我的手，不让我的手进去，我其实没有摸到你的牙齿。所以你要放轻松，我才摸得到牙齿。但是我放轻松不了，我好紧张。好紧张。弟弟，帮哥哥加油！哥哥要掉牙齿了，哥哥好紧张怎么办？加油！好，准备喽，来。婷婷在这边等我们的好消息，玩玩具。这是10秒哦。这次万一掉了的话，就放在这边。紧张。好，我会陪着你，你不用紧张。我会陪着你，放轻松就好。想一想你上一次成功的经验，然后你的新牙齿就会慢慢冒出来了。爸爸会陪着你，不会不管你，爸爸会陪着你，有爸爸在。不管你流血、害怕啊，怎么样的。需要什么帮忙，爸爸都在旁边。好，来咯。我先找到哪个，嘴巴不要这样顶起来，嘴巴张大，我才看得到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好松了，好松了，对不对？要掉了。我没有拿下来，可是好松，要再一次吗？会痛吗？会痛吗？不会哈。它已经，如果这是牙齿的话，它已经可以这样子了。我再拨个几下，它就掉了。可以吗？好，先休息一下。要休息一下吗？啊，不要太紧张，你好紧张。开始。开始吗？会痛吗？好痛。好痛，那就不要。好痛就不要，想到都笑了，但是都笑得好痛啊！那就不要休息休息，休息，深呼吸，休息一下，没事。我都不敢动。你可以动啊，没有关系。我已经舔到血了。那可以吞下去，没关系，一点点。咬下去好痛。爸爸就没事没事，好痛。
痛。好痛，休息一下哦。好痛就休息一下。它已经要，它已经掉一大半了。可是我好痛。好，那就休息一下。嗯，休息一下。嗯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冰棒，我觉得先冰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嗯。我好痛啊，爸爸。爸爸救你啊！爸爸在这里等你啊，没事的。我现在没有拔掉，我等一下打一个喷嚏，它就掉了。对啊，所以其实它已经掉一大半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用手把它拿下来，只是这样子而已。啊，你紧张，你太紧张了，所以你嘴唇绷得好紧，其实我摸不太到牙齿，我怕会太用力会让你痛。可以先下来做其他事吗？可以啊，要不然坐在这里也好无聊。好，去吧。你这样。因为我咬到锅巴了，我以为是牙齿。锅巴现在可不好比你的牙齿还硬。再等一下，我就有两个更厉害的牙齿了。没掉。很像，你表情很像不对劲那种。我觉得不会掉。照这个样子看来，这一顿饭应该还是不会掉，可能要等到早餐的时候没掉。不会，你会爸爸，然后怎样？爸爸叫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我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爸爸叫。我快吃了。刚真的把它按紧了。你刚上面的牙齿这样子哦，就是假装这是我快掉的牙齿，然后这是上面的牙齿这样。真的。反正然后还刚好往外推一下。爸爸就要死了，又没吃东西，怎么？你可以不用拍啊。嗯。你可以不用拍了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不会掉？你在睡觉。你觉得不会掉了吗？哦哦。爸爸，爸爸。嗯。很快吃了。剩一口饭，他吃完了，别做别的事情。又是掉在中间呢、欸。你自己也累了吧？吃一顿饭吃那么久，看来这一顿饭又没掉了。早餐了，明天早上给你吃蛋糕，蛋糕软软的，你用力咬下去，说不定牙齿就留在蛋糕上，这样比较。但是蛋糕不会粘。比较轻松的方法。我想想一想，我小时候真的很厉害，居然是冰淇淋双麒麟拔牙，牙齿被粘在双麒麟上面，双麒麟那么软呢、欸，吃完了，非常黏，很棒，吃完了。其实我不想让它掉、啊。为什么？要它一辈子留在你身上吗？我想它掉也要跟着我。那你就拿袋子把它装起来啊，做纪念啊，就跟着你啊。有掉吗？没有掉，还在。终于吃完了。啊，喝牛奶没有掉吗？没掉，还在。喝牛奶会冲一冲，有可能吗？喝牛奶掉比较危险。喝完了。好。好可怕，我怕它掉。没事的，掉了我就马上过去。你要看着我。我看着你。你在那边摇来晃去的。你在模仿你的牙齿吗？偷偷看着我。我觉得他今天会掉。我回来了。
然后过来看哥哥。最近掉牙，快要掉牙，我一直很想要吃一样东西。昨天晚上也跟你说过牛肉面。好啊，那晚上我买牛肉面回来给你吃。快掉了。你差点就用舌头跟舌头下面的肉把它夹断了。最用力可以推到怎么样？会不会其实你推一推就推掉了，也不用拔了？快点拿卫生纸。卫生纸在这。牙齿。爸爸救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就可以漱口了，彤彤。吐出来就可以去漱口了，把牙齿跟食物一起吐出来。我看到了。你把它弄出来，这里我拿起来了。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我拿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下来啊。那你自己拿，你自己拿，你棉花在这里。你不确定有没有掉，是不是？所以嘴巴的东西要先吐出来，才能知道有没有掉啊，知道吗？来。请你把嘴巴的东西先吐到盘子里，我帮你看看有没有掉。请你把嘴巴的东西吐到盘子里，我帮你看有没有掉。好，好，一，没有掉，它只是歪了而已啊。可是我感觉要掉了。你一直都感觉要掉了，很正常。它又掉不掉，这让我一直不舒服。我知道你不舒服，孩子，我都知道，爸爸都知道。爸爸都知道，我们会陪你。你觉得？这面是大碗的。快转。还在，你吃完饭，我还没掉，我就带你去拔，带你去找牙医，好不好？现在就去，等一下回来再吃哦。不要看我刚刚那样，我真正的食欲很大了。那你缺牙笑一下。有胃口了哈。我真正的胃口是这样子的，好啊。你不要以为我胃口那么不好。